为了让更多未婚男女找到适合自己的另外一半，彰化市公所将八卦山天空步道打造成一公里长的银河光雕幸福鹊桥，希望为全台未婚男女牵红线，做伙创造幸福的未来，并且邀请三代同堂的家庭做伙加入。市公所也准备了丰富的大奖，让民众来摸彩。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，这场挂山四照幸福鹊桥未婚联谊活动是全国上大的联谊活动。公所嘛为了参加者准备了丰富的摸彩奖品。参加配对成功，并且伫林世贤市长任内结婚的人，佫会当得到60寸的电视机。啊，咱每一年拢伫八卦山七夕情人节，伫遮办挂山四照幸福鹊桥，全国上大的未婚联谊。咱甲这个天空步道打造的非常浪漫幸福啊！欢迎全国的朋友来咱八卦山啊，行行的来散步来恋爱。咱八卦山上浪漫上幸福吼啊！我们的天空步道啊，在夜间啊，所有的 LED 灯打亮之后，变成了非常浪漫幸福吼啊！咱今年啊，这个未婚联谊不但全国上大的活动。啊，咱阁有这个用青年朋友的文创啊，那个打卡名店、网红名店哦，他们自己青年朋友的文创爱情市集，非常热闹，非常浪漫。是8月22号到23号，总结我们要让整个八卦山变成一个恋爱最幸福的一个场所。活动将对8月22号早起10点开始，一连串的联谊活动，让未婚男女互相熟悉交流。当天晚上6点，由市长本人带领大家做伙行过全国最长的浪漫鹊桥。新竹华新闻李炳宏彰化采访报道。